主料法棍80克，辅料安家黄油、蒜蓉、意式香草一勺、香菜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法棍用刀子斜切成片状备用。黄油取适量放于室温解冻至软，或者隔温水融化，加入剁碎的香菜叶子、蒜蓉以及意式香草拌匀，把用黄油调好的料均匀抹在法棍的刀切面处，放入烤箱烤约6分钟即可，视个人烤箱的火力大小而定。烹饪技巧，蒜蓉尽量剁碎一些，这样容易烤香，太大力了烤不熟，容易吃了有口气。呵呵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